我今天一天不见你，特别想你。要不要我们一起聊聊啊？男女授受不亲。你。那个，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回屋了？也没跟我说一声。那个汤我喝了，特别好喝，是你自己做的吗？真的对不起，我今天忙了一整天，忙得晕头转向的，什么也顾不得了，没有照顾到你的感受，真的很对不起。哎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吧。对不起，微亲，喂，真的生气了，他该不会一生气想不开吧？你干嘛呢？天气预报说今天晚上有雷阵雨，我特别怕打雷，要不然一起睡吧。不行。可是我真的很怕打雷啊。天气预报上说今天晚上没有雷阵雨。其实那个，我刚刚吧，一不小心把床单给打湿了，这晚上实在没法睡啊。总不能睡沙发吧？里面床单多的是，去换个新的吧。其实我今天一天不见你，特别想你。要不要我们一起聊聊啊？男女授受不亲。你不行，我要忍住。他是病人，我发誓。绝对不做任何事情，顶多就拉你的手。可是，怎么这么容易就放弃了？再求我一会儿，我就答应了。睡那边，我睡这边，谁越线谁是小狗。这下你放心了吧？明成哥今天来找你了吧？你们都做什么了呀？你今天做的汤特别好喝，明天能不能还给我做呀？哇，你真生气了呀？我知道错了。那你错哪儿了？我
我不该加班，不该接那么多电话。你觉得我生气就是因为你工作？不然呢？你怎么又躺下了？你说话呀！我到底哪儿错了？你倒是说清楚呀！我都哄你半天了，你就这个态度啊？矫情死了！哪有哄人哄到自己睡着的呀？为了工作，把自己搞得这么累，何苦呢？卫青，卫青。你不睡觉在这干嘛呢？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再见。不，我去。卫青，你干嘛？你问我干嘛？我倒要问问你，你个大男人，这点挫折都经不起，宁愿选择自杀也不敢面对眼前的困境。你以为我要听？不然呢？你大半夜出来赏月？拜托，这里只有二楼而已，我就算要跳楼也不会在这儿跳啊。我只是晚上睡不着觉，出来透透气罢了。对哦，我才二楼，那也不对，你大半夜不睡觉。呼什么气啊！你是不知道，那打呼噜声音有多响，我实在是睡不着。我那不是因为太困了吗？那你现在透够了吧？透够了，赶紧回去睡觉。走。你干嘛？你是打算这样彻夜不眠地盯着我吗？嗯。你要干嘛去？我渴了，去喝水啊。我也要去喝水。你是不是担心我呀？嗯。你放心吧，我没有那么脆弱，我不会轻易去寻死的。再说了，我要是死了，有人欺负你怎么办？你要是哭了，没人安慰怎么办？除了你，没有人敢欺负我。那我就更不能死了。那我要是死了，你要是没人欺负了怎么办？你真这样想？放心吧，我呢，陪你一起慢慢变老，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精神老头。我看你是想泡老太婆吧。 No, 我有你这个老太婆就够了。咦，嘟嘴话说，赶紧去喝水吧，我要睡了。